是三天少的，是在我最多的三天之内，就算七天之内，因为其他情况稍微多，都做到伸手了，我也就是三天。这心境是最好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他们会在我上去做一些。我记得应该是最多的三天之内。所以你说要磨也是磨这个，对，应该会磨这个，它是磨这里吗？不是，不是磨这里，那就是出去的地方那里。那就可以，没问题。因为他觉得那是每个人。